妨碍人民的推进的经济地啊，经济不是只是势力的经济问题吗？这样就不行了，他是20比30。然后吧，我就想问，如果是他之前要切的这个图形，他有图片，咱可不可以就是定向就把这个图片拍下来，然后传到电脑上去，然后再令咱能够把这个图一下给切下来？就是他没有那种CDR 的格式的，因为他这个是个矢量图呢，是比如说是个非常简单。非常简单，你看一个星星的，非常简单的一些图，五角星的。先问你，就是说它是个矢量图，原来的图是个矢量图的话，它没有原来的图，就是客户跟咱说你要给我切个什么东西，然后他想用咱机器这样切，都不行，记住，什么是矢量图啊？就是雕刻性的，就是那种图片，你不能去切割。图片没法切割。如果是他那个图片很简单的话，咱在软件里可以给你设计。除非那个图片你把它抠出来。我说，如果你像他那个图形很简单的话，那就是一个五角星，一个正方形的嘛。这样咱就在那个电脑里可以设计。抠出来就可以做。大批量生产，做样品是为了看那个效果，如果效果不好的话，立马就改。所以说比较频繁，改这个东西比较频繁。那材料装上卸下也比较频繁，所以需要每有时候不需要把这个盖儿开。这个盖儿有一个开盖保护，咱这做样品的不需要。它这个截面要求很高嘛，就是说。